吧？你赚的就是这个钱，颁发权就是这个。接发球。
60米，这是66米。OK， 你不看但是屁股都没有，我不告诉你，对不对？你66之后你又出问题，怎么出什么问题呢？这个是人家发球过来，你搓高了，搓冒了，对不对？被人挑一个，被人拉一个，然后你自己发球，然后你自己发球，输一个，对不对？前面那个被人顶上了，现在你自己看他发球都是零点，都是在看等着，你不能往这边发球，你不能往反球发球，为什么老是发正球的时候跨过去零点？传球的时候发，你不发传球对吧？你不要发传球，你发传球肯定发人家拉你，对吧？你前面都顶得住，后面都顶不住，其他都顶不住，都顶不住了，对吧？是吧？无所谓，你一分是一分啊，无所谓。
Yeah.